是惊悚吧。而且坐月子的时候，因为穿就是比如睡衣嘛，然后顶多就哺乳内衣，然后有时候很尴尬，就是有些男生来，可能是朋友的男朋友什么，根本就不熟，可是你讲一讲，这边已经湿一大片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肌肉，对不对？对方还以为他动情，对，真的是湿一片，然后就哎抱歉，然后就赶快再去换。我曾经有一次洗澡 shower 的时候。就是什么洗一洗这边就喷出来的，像那个莲蓬头一样的。你以为后面还接了两个那个花洒，新接的那个小耳喷？哦，这简直像科幻片一样。真的，哎，小孩都被呛到，哎，就是如果太急，然后突然小孩一喝都会被呛到，因为他来不及。小孩不要脏话。来不及，对，那小孩一抱过来，真正要喊，他就。